大家好，我是 Cindy。接下来要聊一聊，就是房子、买房子、拥有房子有什么好处呢？首先，您就是拥有这个房子，跟这个产权，不会说什么都没有了。就是如果万一是有些错误的事，投资，那就让您血本无归，什么都没有了。而买房子就是有这种保障。就是至少你有这个房子，再接下来呢，它给家人带来安定的感觉，那这种感觉跟喜悦这是无价的。那还有一些 tax benefit，可以去跟 CPA 稍微了解一下，看什么东西是可以抵税用。那好的地点跟很不错的房子，长久以来看起来又是在这种快速发展的城市奥斯汀就很有可能有增值的可能性，然后还有可以抗通货膨胀。